彰化縣政府日前举办的2020彰化月影灯祭，伫个八卦山大佛头前的广场设置了吉祥花麒麟珠灯。伫个活动结束了后，是特别转送予台湾何胜宫。伫28号暗时，何胜宫是来举行台湾何胜宫立会安置9周年庆，甲花麒麟点灯仪式。彰化縣长王惠美、台民政党署长林兆衰等人是做伙来进行点灯仪式。希望这个上的火麒麟会当继续来保庇台湾，守护中华。馆长以及真侪贵宾是做伙来进行点灯仪式。馆长表示，火麒麟是包括山顶区真受到欢迎的火灯，闭幕了后嘛，希望会当让火麒麟发挥上大的效益，配合玻璃妈祖庙环境，让火麒麟继续守护台湾人的平安。伫彰滨工业区照光大家。透过妈祖的威名和火麒麟的守护，让彰化和台湾更加平安、更加健康。这个火麒麟呢，是在我们八卦山上面很受大家欢迎的一个这个灯哦。那闭幕之后呢，我们也想说怎么样让这个火麒麟有得到最好的一个这个效益哦。那也配合着我们这个玻璃庙的光环境的一个营造，让火麒麟在这边继续守护我们台湾人的一个这个平安，让火麒麟就在我们的这个彰滨工业区能够照亮大家，看顾大家的健康。我们在八卦山的灯会，还有西周灯会的一些灯，我们把它做2度的应用，然后布置在整个彰滨工业区啊，甚至于照亮啊我们的玻璃妈祖庙。我们希望创造彰化县另一个更吸引人的景点，然后来开创啊，整个彰化县新的观光资源，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彰化县。馆长指出，吉祥花麒麟落成了后，相信一定能吸引更多游客来到台湾玻璃馆、甲台湾何胜宫观光，进一步带动地方的欢迎。新竹华新闻蔡良谦录港彩虹报道。